各位标迷你哋好啊，咁啊，我系 Y Watch 黄生啦，咁啊，今日同大家介绍就系呢只 Delma 嘅4000米 Blue Shark Tree， 咁啊，呢只4000米嘅 Blue Shark Tree 啊，够晒份量啊，大家可以睇到佢嘅造型啊，好粗豪啊，咁啊，戴上喺我呢个7寸嘅手腕上啊，俾大家睇下，哇，够晒份量啊！咁啊，好中意，好中意。咁我要谂下点样啊，避开我老婆嘅视线啊，将佢带翻屋企啊，收喺床下底都好，收喺柜都好啊。咁啊，大家可以睇到呢个渐变绿面啊。咁啊，好多牌子啦，有个绿面啊，又话啊咩绿面绿圈啊，冇一只比得上呢只渐变绿嚟得抢眼，嚟得特别啊！咁啊，再加上 Delma 呢个牌子啦，就啊做潜水标真系一流啊！最紧要系个性价比好高啊！咁啊，20000蚊公价折咗嚟啊，都讲紧系啊14000蚊咋！咁啊，听华哥讲喺利昌标行仲有一只呢只渐变绿，咁啊，如果各位标迷啊～你哋有興趣嘅就好快啲啦，如果唔係，到啊或者我都自己啊考慮去入手嘅。咁啊，依個嘅 size 啦，同大家講下個 spec 啦。個 size 咧，個 size 個 case 就47mm 啊，咁就個厚度就18.5mm 啊，個重量295g 啊，好有份量啊，用咗一副啊。瑞士機芯啊，Solita 機芯啊，就物底嘅，咁啊，再加上呢個排氣閥啊，咁一隻潛水錶啊，潛水錶嘅王者啊，就喺你面前啦，就好中意啊，我真係好中意啊，嚇，咁啊，依只限量發售500隻，係啦，咁啊，俾大家睇下佢個夜光啦。是不是很厉害的夜光呢？好了，那这一集 Delma 的 Blue Shark Tree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。那如果喜欢我这条影片的，就请like、subscribe 和 share 啦。我这里是 Y Watcher 黄生，下次见，拜拜。